把衣服往那一挂，大家就知道我要熨衣服了。用这个七彩叮当的这个挂烫机呢，三下五除二就能把它熨好。我把它打开啊，我这是又犯了那个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的这个坏毛病了啊。今天你看天津突然32度，特别热。我把这个夏天的衣服找出来一看呢，皱皱巴巴的，赶快拿出来这个挂烫机，给它熨一下。三下五除二，一会儿就熨好了。一会儿干什么去？一会儿到了目的地，告诉大家啊。我先把它熨好，换上衣服，一会儿就出发了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、爱分享的恩娜姨。我们家香油吃完了，赶大集的时候认识那个有一个大姐哈，武清的，他们家说是市里有一个就是能买着他们家香油的。我今天呢骑着小车就来到他们家这儿了。大家看看这个是老实在农产品菜团子哦，现在又增加了菜团子。一会儿咱看看，我问问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这菜团子。大姐，您好啊，您好，您好，老实在农产品菜团子，您这又增加菜团子了是吧？对，卖点菜团子，啊，那我你一会儿教教我行吗？可以可以，啊，我跟您学学，我也。从您家走了以后，特别喜欢吃您那个做那菜团子，是吗？但是我回家做完以后包不好。我教您，啊，一会儿您教教我行吗？谁来我都可以教。哎，行行行，好嘞，好嘞，走，咱进来。走走走，嗯，大姐，我看看您这都有什么？啊，看吧，这是棒子面儿棒是子面吧？儿，对，这个是黄豆面，这也也是是棒棒子子面面，儿。哦，对。上次在您那个大集上买的是黑豆面儿。对，这就是黑豆面儿。哦，还有黄豆，我上次买的，对，还有黑豆，上对，次红就是豆，咱们对就对用对。这个黑豆推的面哦啊。哦，行，大姐，哎，就这些那个豆儿哈，您一样给我来一斤啊，好嘞，黄豆、黑豆还有赤小好豆，嘞，我给您装啊，给我一样装个。一斤吧，好我嘞，先吃完了再买，啊，以后因也为方便了，因为哎，以后咱想来就来了，也啊，不远了，行。对，对。哎，大姐，哎，我记得您那个大集上还卖的那个香干儿，还有吗？有，那个这现在这儿您这小店儿有吗？小店儿有，因为咱这有冰柜就能带着了，哦，行，我看看，我给我来点那个啊。可以，哎，我特别爱吃您家这豆腐皮儿，是吧？嗯，你给我来几张吧，好嘞，嗯，来个三四张就好行，嘞，不买多了，好嘞。哦，这是香干儿哈，对，咱这还有香干儿，这纯手工的。哦，您看这个形状，嗯，这可以搁冰箱里冻着可以随意冻，拿行，出来自然开化。您给我来六个吧，来六个这个啊，好嘞，嗯，大姐，哎，这是那麻酱哈，对，白麻酱、黑麻酱，哦，这是黑麻酱、白麻酱，嗯。哎，那个上次我买的那个都吃完了，您再给我灌两瓶吧。那个不用灌，咱这有现成的，刚灌的，哦，刚灌的刚哈，灌的，我给您灌两，装两瓶得了。啊，行，啊，这不黑的白的，哦，都那灌个好了，啊，就那个2瓶30，哦，两瓶三两十，瓶行，三十，给我包一下。好嘞，我那给个您装香上。油我再买点吧，家里好香油还嘞，剩一点儿，好嘞，嗯。嗯，您还是要那个两瓶黑，两瓶啊，白，对对现在对，是那个。平时我吃的那个一箱还是100吗？啊，还是促销时候是100，还是100哈？行行行，好嘞，嗯，您这堆东西都装好了。好嘞，谢谢谢谢，哎，不客气，姐姐，我买了那么多棒子面，回家蒸菜团子，您得教会了我呀。没问题，那您现在能教吗？行，那个今天我让我闺女教，闺女我给教会了。闺女也在这儿了。闺女这个小店就是给闺女开的，那个下岗了没工作，这玩意儿年轻人生活也都挺不易的，怎么也得吃饭呢。你看这做妈妈的哈，哎，当老人的都这样。是是，行，那让闺女教让闺吧。女教，啊，闺女行，挣好的也嘞，挺好的。行行行，也需要称一下哈。现在要说以前自己家包不就是。无就所谓，无所谓。您说要卖了，咱别给人家少了，我们别 包对亏对小对了嘛。对对，这是大闺女哈，还对，挺漂亮的，大闺嗯，女，现在没有工作了是对，吧？没有工作了。哎，跟妈妈学学吧，学学包这个团子是吧？哈，是。哦，先给她那个摁扁，摁扁，嗯，然后。这大馅儿。哦，然后咱再奔上搓它，往上拖。对，我要看这意思，我有可能学不会。看看，看看。
馅儿也得达到一定的比例。对，咱要是自己家吃就无所谓了。对，你说我在这开店必须得给大家够分量呀。对对对，真材实料的东西咱这就是。你看你也是个巧手。哎呀，巧什么？你妈妈也手特别巧，上次去你们家你妈妈就给我做的这个菜团子，哎呦，我也是因为自己爱吃才学的。是吧哈，学会了。学会了哈。对，呵，真棒。回家我拿着这个视频我自己好好学吧，我别在这给你霍霍了，我要是一弄不好那就糟蹋了就。哦，这是那个饼铛哈。对，咱是煎的。嗯，煎那个煎。嗯，蒸的，因为这个出来脆的是。嗯啊，老师给我做个指导吧。我就是做不好我也得做，我得那个上上手，做不好还做不坏嘛，是吧？来，您来做。这个先给它捏扁是吧？对，把它放在手心里。是搁在哪个手上？您看您自己哪手方便，您就放那种。我是左撇子。那您就把那个面放在左手里就行。是吗？哎，放在右手里。放右手哈。对。啊，我现在老师这一教我这不知道怎么弄了，这么大行吗？哎，行，可以，这个大小您看您自己随意。然后抓点馅儿。对，我少来点馅儿吧。您这太少了，再应该再多来点。对，行，这差不多了。对，差不多。然后是奔上托，这样式的是吧？不对，那个手托。你看看。没事儿没事儿，那个手托，这个手的大拇哥奔上包似的。这个这样。对。是这样吗？也不是这样，应该是这个一个手奔里摁馅儿，那个手奔上。您哎，对，您这儿也可以，这儿也可以。哎呦，费劲了。对，上面再奔中间归就行了。是吗？这样。对。我怎么觉得我这好像跟你那不一样呢？弄的。您这手法跟我那不一样，但是这儿也能包上。这儿行吗？行，对。行了，这样。对，您底下的再奔上兜兜面，要不上面薄会底下厚的。是的。对，这面您往一块儿挤，现在是。这样的。对。看着容易，做起来就难了。因为棒子面好像没有白面有劲似的。对。这快行了是吧？对，快行了。您把这口那收收就行了。这儿这儿。对。行了吗？这样。也行这样。但那瘪了它是吧？对。你看我包的就不如你那大，馅儿少。对，应该是馅儿少。行了，一会儿这个做成了，我尝尝我自己做的这个怎么样了。行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搁上了。对，可以，您放里边就行了。你看我做的明显的不如你大。就是馅儿小点儿，您再练练就可以了。行，这算基本上算成功了，是吧？算成功了。好，大姐把那个我包的那个出锅了，出锅了，我尝尝啊。啊，您尝尝。我包的这个比那个人家的，哟，还挺热的，比那个您那大闺女包的小一半儿，看着馅儿就小。对，我尝尝啊，还行，但是您看了吗？底部还是有那面疙瘩。不是，您就包的不匀，对，薄厚不匀。嗯，但是味儿是好，您馅儿挺好吃的。谢谢。嗯，这馅儿都是咱自己家东西。总体还可以啊，总体还可以，嗯，就是薄不均，还可以，对于我来说，这就不错了啊，多来两趟，多练练，行就行了，回来我给您打工来吧，嗯，好了，香油也买了，麻酱也买了，杂粮也买了，该回家做饭去了，谢谢您啊，不客气，还教我包这个了，嗯，不客气，今天的视频咱就分享到这儿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